感受会起。嗯，虽然看头看面，就是迄请你去看啥伊啊。啊，伊敢有只敢欠钱啦？连恁阿会上来抢嘞？嗯。这个飞机是我了了先啦，小。伊头壳在想啥？还没学生去来去红抢，暗好加载，咱蒙子甲四位官到位。爸，你敢真正安尼想？你敢真正认为是四位甲蒙子单纯一个朋友？你敢知影今麦到底北城迄个高中生是啥物人？伊就是周正恩。这个飞机我也不是无熟悉啊，虽然哦平常时有较爱甲人骗，啊，不过会对一个囡仔下手，阁无亲像是伊会做诶代志。而且是，老爷爷，你甲我想法同款嘛？认为因是咧自导自演对无？你这样是咧讲啥？是像咧自导自演啊？蒙子还是侍卫啊？因拢是你的弟弟妹妹咧。你讲这敢袂想超过？咱蒙子自细汉就足乖呢，啊，四岁有影啦，较无爱读书，较兴盛啦，啊，结结嘛呢尔。还不一定。大汉，你讲我，你是插啥物嘴啦？爸，昨我有去找谢同学，原本我是要找伊算账，我认为一个校长竟然敢对蒙子来性骚扰，真正有够笨手的。参照种笨手的话，甲假死啦。但是我无法度安尼做。是安怎？我要去找谢东俊算账，结果伊妈妈要跟我算，咱蒙子欺负伊查某孙仔朱晴天的账。我的宝贝查某囝会欺负人？因讲啥你就信啊？信。我讲你问你，这个意思啥？你敢知影谢东俊跟我讲啥？伊跟我讲，咱蒙子一直拢住伫学校。平常时无甲咱住做伙，只有三不五时见一面尔。我是了解蒙子偌济，我回答不出来。若算讲咱蒙子真正会欺负人，迄嘛是因同学之间在咧滚双笑。伊会甲你讲遮济吼，若是要改变你的想法，才讲一寡有话无话啦。爸，原本我嘛想要安尼笑，结果你敢知影？谢龙俊伊妈佫有伊某讲啥？伊讲就是咱蒙子家主持人扫落去游泳池，无爱扶伊起来，甚至差点要出代志。最后是遐个同学家看起来，甲救起来做 CP 啊！这敢是咧讲双桥？无可能啊！我家己查囡我知啦。爸，我会记你甲我讲过啊。蒙子出代志以后，伊的情绪敢若无受到影响，甚至阁愿意留伫咧学校，无愿意请假。安尼，这就表示你嘛有咧怀疑嘛？你即马讲这话啥意思？你这顶些怀疑你妹妹自细汉就这么乖，迄种假的呢？这件代志确实有可疑的所在，无可能啦！要哪无可能啊？你刚蒙子甲四维转来，因在你面头前假甲照乖的，啊，不过蒙子一个走卡，就随甲我下马威呢？是不是刚四维？甲你讲几句无礼貌的话，啊！你就要甲这个小算个蒙在头壳顶啊！啊！你要听看嘛，伊当初那是安怎甲我讲的？伊讲你会介意我，就表示讲我真有手腕。伊佫讲我要予你平凡的幸福，拢是借口。其实是想要将我欠伊的钱拍倒去，是货真价实的以身相许。你讲这话敢会听钱啊？啊！这汉哥，你做啊，就委屈了。你耍袂啦！啊，但囡仔人讲话吼，本来较无大无细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嘛。我知啊，这么侪年你无法度蒙子完整的母爱，所以感觉亏欠伊，想要弥补伊，所以卡袂着，就伊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啊，若无就用钱来挽救伊。这不叫做疼惜的，这叫做天性的。
啊，到阮查某囝自细就无妈妈，我这做爸爸却甲天性就是安怎？先囝不好，先弟压造，啊，这个道理你敢唔捌啊？明明阮查某囝小天使，你现在你别讲我做小恶魔啊！恶魔嘛，改做是天使啦。哎，好爸，阿姨，卖玩了啦，玩家无好话啦，拢你啦！有台慢到，来收耳机。好。这只耳机真大胆呀！看来我卡电话你，竟然搁甲挂电话哦。啊。唔呐，大胆，搁真牛逼嘞！家在哦，看俺哥在爱昏迷的啦，可这一生哦，就要往当的小心把他抓到。当的。你搁怎叫我当的？我是多月开的。你呢？走去抢蒙子甲四文东哦。这个代志呐，团住。因两个囡仔在后边啊，徛起啊。当的，是蒙子姐甲四伟哥给我改做抢匪，去黑警去周正恩呐、啊。安尼，因就变作周正恩的救命英雄，成功了，伊还我一笔钱，叫我先去避起来。爸，免怀疑讲的话啦。拄才回来的路上，我应该有条馒头问过伊足侪解，伊无白搭。有条馒头。你甲蒙子阿哥四个状态，今麦拢几点啊嘞？系啊，等下这个时间都好好的拢在休困了吧？你阿哪转来？因出手甲动物救，叫监视器录着。恁哥替我看影片，我一日看就知迄人是飞机。哦，你敢确定啊？嗯，无唔对。飞机？啊，飞机唔是客飞细汉的，啊，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啊，唔得，阮拄啊好经过哦，甲阻止，无让伊抢劫成功，那无哦，客飞的名声就叫飞机喷甲乌去。所以，你嘛无确定讲，迄人是飞机。爸。迄个人的面拢包起来呢，我要哪会认得出来？我再讲，我若是当场就发现迄个人是飞机，我一定会早就甲你，也是佮通知啊。我哪有可能当作啥物拢唔知影？啥物咧通知啦？一定要甲伊定较清楚是啦。啊，竟然排个客白的名声，伫遐外口咧为非选择，真正有影的，空头无唔知影死我。若是警察知影讲飞机是爸细汉的，伊若是咧怀疑讲。这个代志根本就是恁找飞机来咧主导主演所造成的抢劫事件嘛，真正常对吧？这个飞机摕到钱，应该有照我的吩咐离开啊。所以即马敢有找到飞机啊？我是答应周总的，要抓飞机以后，我就甲油条馒头去出去找啦。结果伊过神隐。连手机也干嘛卡不通，秘书敢那为这个世界上消息咁快？哦，一定是心虚早起闭起来啊！哦，实在足可恶，做路麻做到这么无格调，竟然敢抢学生啊！对啊，而且抢的是阮同学呢，这我若脏掉，我绝对直接甲送去警察局。飞机啊，你有听无？四伟哥要甲你送去警察局以后，你阁唔紧离开为家己小辩解者？你哪伫遮啊？蒙子姐。是的啦，讲，伊刚发生什么代志？
迄天就是蒙子姐甲四伟哥来找我啦，叫我加做抢匪，去抢伊个同学周正恩啦。然后伊个走出来，就动作是路见不平，搞拍照啊。发生这种代志，你应该第一时间就甲阮爸讲，你自提就做你面起来，你到底有甲阮爸讲第安来无啊？我唔敢讲啊。蒙子姐甲四伟哥跟我黑家讲哦，我若是无听伊的话，就要跟我掠去烘，做碳烤花枝啊！我想讲，当下这么疼惜蒙子姐甲四伟哥，我哪会敢讲无听伊的话啦？爸，我只是想讲，甲周正恩讲算笑，该创伫者啊，花金嘛无抢走伊的物件，伊无任何的损失，唔免计较这么多嘛。你跟我讲。你把我对你的性命当作啥？客伯，阮真正是看迄周正恩足无胆的，想讲足趣味，想要甲耍。啊，伊讲足侪同学拢伫咧在场，我才想到这个方式，想讲要点一下风神的。对啊，后来我嘛甲周正恩变成好朋友啊。廖鹏志、许世伟，哪来你两个迄天喜欢做白了事讲？你害我为着要维护你，去甲周总因爸仔囝呛声。周总是安怎甲我讲的？伊讲早晚会摕证据来讨我的罪。这么好，免等伊谈，我的罪已经互你两个擦掉的啊！你去我以后看到伊，我是有啥物话通讲啊？只将我闹开。这拢是我的主意啊！我去。凯宏哥，啥物代志啊？比你演戏。是廖蒙之，还是徐世伟？Go！ 是蒙之姐啊！我要讲蒙明这边，你那个什么代志有无啊？无啊，真正无啊！敢真正无啊？恁就是讲趁我无伫的时阵，走去我夜店耍，就无人甲我通知啊？是？是你跟我讲过啊，我想要上随时拢会用得去，而且有四伟陪我，伊会保护我，应该足安全的啊。四伟已经满十八岁啊，伊要去上同学无问题，问题是恁的同学，因拢是未成年的，万一我的店被警察拦截，那是王乐林提的，你敢不知影？恁带一群同学，去恁各位夜店从啥？去客呗。阮就是要去遐顶风神的啊！啊，伊讲阮带同学去，啊，夜店遐的位数，看到我甲蒙子拢一个一个咧甲阮行咧，阮就感觉足惊讶的。啊，遐的同学哦，拢看甲老下害，阮就感觉足笑的啊！恁家一暝阿公唔见我，是为甚？哥，你这礼拜撞啥啦？你把我惊着安尼？廖鹏志、许世伟，你两个真正让我大开眼界。我的店内四个拢是监视器，迄天就有开掉。恁规阵人带周正恩去遐，原本我想讲你是要去遐耍，结果你唔是，恁把周正恩关去遐，骗伊投资虚拟货币。我是咧甲周正恩开讲，那好讲有啥物投资啦？对啦。哎，影片哦，拢无声，我真正唔知影虾米叫做虚拟货币啊！哥，你若是哦读唇语，你学袂晓，你绝对约唔到伊个啊！我一口头拢已经提出来，你搁想要赢啊先？刚刚我真正放声音出来给恁听，恁两个利用交货你的诱因，去我做阵来投资，这声音拢录个清清楚楚，恁两个搁继续恁这死地！